吃早餐，走到一家还蛮不错的。终于回到酒店了，今天结束了第四天，虽然行程也不是很多，但是我的脚很快受不了了，很痛。那就提前回到了酒店，现在日本时间是7:30多吧，算是还很早的时间了，就先回来休息。没了，好，拜拜。早安，现在是在日本第五天，然后现在我们要搭地铁到那个九州长崎。嗨，大家好，我现在来到长崎好学登堡。有朋友推荐过这一家，好像还蛮不错的，那我们去看一下。射中了10颗子弹。好，第五天的行程就到这啦，结尾就不拍啦，先回酒店休息去了，拜拜。